下周第二医院来我们博物馆参观，就由下三负责讲解吧。三天后，我即将面临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天，怎么办？这肚子大的拉链都拉不上。雨伞男也要来参观啊？对啊。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，摘下一颗星星，我们基本上没有交集，唯一的一次。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，跳片岛屿，扎进。毕业后我们没有联系，但我一直偷偷关注着他。他现在是实习医生，这即将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，我一定要把握机会。真的长得圆不下方，那么呢？爸爸要吃一点，不吃不吃不吃。结果他没有来。吴小帆，嗨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！你现在变化真的好大。哦，我现在调到其他部门去了，我今天也没有打算来看这个展览。我在我同事朋友圈看见他们发你照片，但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你，所以就想过来看一下。好久不见。原来念念不忘真的会有回响。走，我操！